荣耀早前发表的新接机 Magic 5 Flip， 它的外屏幕几乎是 Full 画面的规格，确实令人眼前一亮。这块4寸超大屏幕占比率高达 85%， 配合多个个性化主题，增加时尚感和个性化体验。用家只需要简单操作，就可以直接在外屏幕看片、地图定位、send message 等等。硬件方面，新机采用 Snapdragon 8 Gen 1处理器，标准版最高配备 12GB RAM 和 1TB 内存，内置 4800mAh 电池，支援 66W 有线快充。影相方面， Magic 5 Flip 采用5000万像素防震主摄和12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双镜组合，亦都内置实用影像修正功能。大家又觉得 Magic 5 Flip 点呢？更多新机资讯即到有和优豪睇下啦。就是有和，乜都有和。